委屈是有那么一点儿，不过我更敬佩三位啊。为了一个狄仁杰，你们甘心情愿送死，不惜舍身取义。你们的亲人在天有灵，会感激你们的。我们不图感激，只想报仇。报仇，只想报仇。你和麻花岁数都不小了，可粉儿姑娘呢？她还是个孩子呀。你们为了自己报仇，把一个女孩子，把一个良家女子送进妓院，让她受一个女孩子最不愿意受的耻辱，现在又把她逼到杀人帮凶的地步上，你们于心何忍？人心都是肉长的，如果她父母在天有灵，他们会怎么想啊？我们都是自愿的，粉儿，告诉他你是自愿的。我，粉儿，你是怎么了？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就算是死，也要死得有骨气。不，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。粉儿，你还想逼他做什么？按年龄你是他的长辈，你逼他杀人，逼他卖淫。我狄仁杰有一天再能升堂审案，我第一个先宰了你。也许你说的对，我们不该死，可我一点都不后悔。老爷和夫人待我情同父母，我一定要为他们报仇。狄大人，我知道我对不起您，我跟随大人多年，大人您一直都待我很好，我恩将仇报，我狼心狗肺，我罪该万死，这些我都认了。可是我还是要厚着脸皮要求大人您一件事，杀人与陷害都是我和翠红干的，与粉儿无关。大人，我求求您替粉儿求求情，放了他吧。求情？你以为我还是博仇知府吗？好酒。说武承嗣已经毒发了，娘娘实在高明，当初给他的催命散果然厉害，现在驿馆早已乱了套，武承嗣到处求医呢。这那些御医还想解我的毒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放心吧，武承嗣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，过几个时辰我自然会去找。怎么样，义父得的是什么病？脉象混乱，脸色发青，吴大人好像是中毒了。你胡说，他刚刚还好好的，他吃的东西也都是经过我们认真检查的，怎么会中毒呢？从诊断上来看，
吴大人确实有中毒的征兆啊。这如何医治？赶紧下药吧。哎呀，徐大人要是在此就好了，老夫对毒药也只是一知半解，一时也无法确定吴大人到底所中何毒，没方下药啊。这如果治不好我义父的病，小心我把你给杀了。哎呀，你如今说这等气话又有何用呢？哎，对了，你不如去找找狄仁杰，他也许有办法。狄仁杰，哼，我义父乃堂堂御命钦差，岂能去求一个罪犯？你赶快去想想办法，不然的话，我子虚，义父，快，快，快去，快去找，找狄大人，李将军，快，快去找，找李将军，找李大人，快！什么？武大人中毒了？现在已经很严重了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。那还愣着干什么？赶快救我！如果能想出办法，义父就不会来麻烦您狄大人了。我早就说过，不会一帆风顺的，可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。狄大人，您赶快想办法呀！立刻查验武大人所用的饭食用品，包括酒杯、茶杯、饭碗、勺子、筷子，一样都不能遗漏。随行的厨子、贴身的侍卫，所有接触过武大人的人，全部控制起来，一一讯问。我知道了，知道了还不快去？我这就去。张嘴。狄大人，我求求你了，狄大人，你就。救救我啊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吴大人，你不要心急，这没什么。心急则血涌，毒发更快。你闭上眼，静心调息。狄大人，怎么样？按照大人的吩咐，该做的全做了，什么都没有发现。都问过了，他们都是义父亲自挑选的。绝对不会对义父下毒手。还有什么其他可疑的人接触过吴大人？我们离开亳州不过一天多的功夫，我敢保证，绝对不会有任何陌生人接近过义父。吴大人，你仔细的想一想，你在亳州城的时候，究竟有没有遇到过什么特殊之人？狄大人，什么意思？比方说，玲珑。没有。真的没有吗？狄大人，我义父是皇命钦差，那玲珑是什么人？哼，义父怎么会与他见面呢？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。如果那个贱女人真的肯出现，义父可不会像狄大人那样心慈手软将她放走的。这么说，是玲珑在说谎。玲珑说什么了？吴大人，我现在急需知道你什么时候中的毒，如何中的毒，中的是什么毒，你必须配合我。如果你不配合我的话，狄某也无能为力啊。狄仁杰，你不过是一个罪臣，我义父找你帮忙是给你面子。哼，你可不要蹬鼻子上脸。我跟吴大人说话，是什么人这么没规矩乱插嘴啊？你什么你？难道你想看着武大人毒发身亡你再高兴吗？不得无礼。狄大人，我确实没见过玲珑，我只是收到了他的一封书信。书信，书信现在何处？烧了。
所以你想让我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即使我死了，武承嗣还是不会放过你的，因为你才是他最大的仇家。这个我当然明白，所以他也一定要死。反正我已经杀了七个姓武的人，他不过是第八个而已。当然了，他可以晚死一会儿，因为我要先处理好您狄大人的事情。这毒一定是玲珑下的，可他如何下毒的呢？武承嗣所言应该不会有错，他老奸巨猾，不可能不对玲珑有所防范。我明白了，玲珑一定是把一种慢性发作的毒药涂抹在信纸上，他料定武承嗣在读信之后一定会把信毁掉的。你是说他在给武承嗣送信的时候就已经下了毒？这种招数我以前见过，可即便是如此，我们还是不知道他所中何毒，如何来解。从现在开始，将军要给我一定的权力。大人指的是？我是指说话算数。大人，为了他值吗？这不是为他值不值的问题，皇差死在路上会把事情变得越发的复杂，更何况他和将军一起出来，为什么单单死了他，皇上会怎么想啊？不要再犹豫了。好吧，我答应你。你曾经说过想救粉儿姑娘。大人请讲。我给你个机会，解开他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听狄大人的。是。起来，跟我来。带走。狄大人，让我救粉儿可以，但是让我出卖朋友办不到。快走。走啊。怎么样，狄大人，他中的是催命散。什么是催命散？催命散是一种慢性毒药，除了直接服下之外，一般很难被人体吸收，除非见血、见火、见酒。见了血，它可以直接刺激伤口，使毒性发作；见了火，它又可以通过烟雾直接吸入人体的内部；见了酒，它可以更快地发挥毒效。怎么解？除了找到解药之外，没有他法。解药在何处能找到？催命散的解药只有王妃娘娘才有。是玲珑？是。从眼下的情况来看，他还不会马上毙命，不过最多只能坚持两到三个时辰。两到三个时辰，就是两三天，我们也未必能找到那个贱女人。你闭嘴。你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玲珑？不知道，除非他自己来找你，否则很难找得到他。你这不等于没说吗？来呀，李将军，把他嘴给我堵上。狄大人，您让我做的我都已经做了，也希望您能够言而有信，不要反悔。李将军，放人吧。放人？放了粉儿姑娘。可她并没有解武承嗣的毒啊。不管怎么样，她能做的都做了，我们也要守信用。他们都是朝廷钦犯，你让我……哎，将军，我不管他们，我就知道将军你威名震天下，一言九鼎啊。把那个年轻姑娘放了。是。是。
大人，狄大人。起来，起来！粉儿要走了，先起来啊！你就让粉儿给您磕磕头吧。粉儿啊，经过这次事情，我想也不需要我再多说什么了。我要你像普通人一样好好的活着。狄大人，是粉儿不好，粉儿对不起您，粉儿害得您坐牢了。不要说这些，谁都有犯糊涂的时候，就是不许再回翠屏楼。我要你活得有尊严。粉儿知道了。粉儿是个好姑娘啊。狄大人，狄大人，王妃娘娘答应过来救我们，她一定就在附近。李将军，大人，恐怕还要多放一个人。谁？我。大人，您？两个时辰之内，我一定会回来。你要去找玲珑。粉儿姑娘印证了我的一个想法，毒杀武承嗣看来不是目的，他的目的是想救人。怎么，还信不过我？嗨，粉儿，走。大人，哎，谁都别跟着我，一个也不许。李大人，大人。大人，这边。粉儿姑娘，你对这一带好像很熟悉啊。清风镇是我的家。哦，你家。我的父母就是在这里被张光弼的军兵杀害的。其实他们只负责给琅琊王的部队送饭。那场战乱是完全可以避免的。既然这里是你的家，那玲珑在什么地方你应该知道。武承嗣身上的毒只能坚持两个时辰左右，我没时间跟他捉迷藏。大人，那您能答应我不伤害王妃吗？他能不伤害我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我答应你。那好，您过来吧。王妃娘娘。粉儿回来了。是。玲珑姑娘果然与花有缘呢，凡是有花的地方好像总能见到你。狄仁杰，你来做什么？何必明知故问呢？王妃娘娘不就是在等我吗？狄大人就是狄大人，让你坐了一天的囚车，实在是委屈你了。要不要进来喝杯茶？没时间了，谈条件吧。你为什么要救武承嗣？据我所知，他连做梦都想除掉你。除不除我是他的事，救不救他是我的事。你没有义务救他。你有义务救同伴是吧？他们是自愿的。他们自愿是为了害我，现在目的达到了，任务完成了，你就该着手救他们了。这就是你毒杀武大人的目的，对吧？
武承嗣一定要死。哼，原来我也担心这一路上你会捣鬼，置武承嗣于死地，可现在看来我想错了。为什么？你真想杀武承嗣的话，催命散的伎俩不会拿捏得那么准确。等毒发之后三个时辰，他还活着，你不就是想拖延时间找我放人吗？因为你知道，杀武承嗣还有机会，可救人就不一定有机会了。这么说，你是他们派来谈判的？不是，狄大人。闭嘴。但是，是。狄大人，那我们就来谈谈吧。你开条件吧。你放了他们，我给你解药。不，先给解药。若是我给了你解药，你不放人呢？王妃娘娘，凡儿，你闭嘴。你的担心我也有啊，如果我放了人，你不给解药，我怎么办？那你就只好赌。我不与不讲信义的人赌信义。那我也没有办法。我有办法。你先给解药，我留下来做人质。时辰一到，如果还不放人，你杀了我。都说狄仁杰是天底下最聪明的，我看你真是个笨蛋。笨点好，那么聪明会短命的。你的条件我答应了。好极。粉儿，王妃娘娘，把解药送去，然后告诉他们，若是天亮还不放人的话，狄仁杰就没命了。是。我要喝酒。啊，喝酒。喝酒，给我酒喝。喝酒。你怎么出来了？外面冷，快回去。骰子，骰子，骰子，你干什么？带他回去。骰子，骰子，请喝酒。狄大人，你把他怎么了？若是他拿到解药不放人的话，你的下场跟他一样。粉儿，还不快去。是。大人，您到底是答应不答应啊？狄大人还在等着呢。这救人虽然重要，可是擅自释放朝廷钦犯，你让我如何向皇上交代？那狄大人呢？你就眼睁睁看着狄大人死吗？芬儿姑娘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只要你肯带着我们找到玲珑的藏身之地，我就有办法救出狄大人，然后将他们一网打尽。不行。你们合伙陷害狄大人，他此刻还用生命拯救你们。所以说，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狄大人死啊。大人，我求您了，咱们别害了狄大人，我们王妃说话算话的。哎呀，嗯，狄大人还说什么了吗？他说：“您要是做不了主，就去找武承嗣，是死是活，是抓是放，就让他自己做决定吧。”没酒了。骰子，骰子，我喝酒，我有喝酒。骰子。是我呀，酒没酒了，没有酒，酒。骰子，吴大人，虽然狄仁杰已经找到了玲珑，但是他执意要用解药换另外两个钦犯。末将做不了主，特来请大人示下。答应他，只要能换回解药。答应他，他们都是朝廷的钦犯呢、啊，我怕皇上会。皇上那边，我来办，我
那好吧，那末将就执行武大人的命令，答应用解药换钦犯了。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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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去！好。参见王妃。等等，王妃娘娘，李将军说话算话，咱们也该说话算话，不能去伤害狄大人。婉儿，不必多心。王妃娘娘不是出尔反尔，而是有什么吩咐吧？狄仁杰，你为什么要杀我夫君？我没杀他，他是自杀。你胡说！我夫君怎么会自杀？我和你一样，都希望他好好活着，但是他好像比我们都更知道自己该做什么，不该做什么。那我儿子呢？我儿子他在哪儿？我不知道。你骗人！你骗人！我知道是你抓走了我儿子。来人，把他拿下！等等，王妃娘娘。不要，王妃娘娘，王妃娘娘，我求求您不要杀害狄大人，粉儿求求您了。粉儿，我现在命令你杀了狄仁杰。不，不，王妃娘娘，求求您不要杀害狄大人，求求您，求求您。把刀给他。是。王妃娘娘，粉儿，王妃娘娘求求您了，知道你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。他没有反复无常，他只不过想看看骰子是真疯还是假疯。骰子在他们手里。来人，等等，骰子已经不是昨天的骰子了，他现在喜欢喝王妃娘娘的酒。玲珑啊，爱和思念是人之常情，但它不能变成仇恨。狄大人，粉儿，好好活着。你们都好自为之吧。等等，狄大人，我们不能再放过他们了。来人，把他们都带走。李将军，臣答应，臣答应太子，臣有生之年绝不让任何人伤害玲珑姑娘。听我的，回去吧。撤。狄仁杰，
凤儿，你哭什么？都是我们害了狄大人。凤儿，你怎么了？狄大人是我见过最好的人。凤儿，狄仁杰虽然有恩于我们，但他毕竟是我们的仇人，是武则天的走狗。你闭嘴，我不许你这么说他。狄大人，下来喝杯茶吧。好，来人，把门打开。是。你们都到那边休息。李将军，这个店里的水一概别喝。老板娘啊，这花是你种的？不是我种的，还是我偷的呀。据我所知，这种花可不是谁想养这么好就能做到的。这个嘛，我家祖辈都是养花的。据我看，这个店也不是一般人能开的。哎，我说这位客官，你是喝茶的呀，还是来查案的？看样子你是个犯人吧？犯了什么罪啊？杀人呢，还是逛窑子不给钱被人家给抓了？两样都有。狄大人，怎么回事？好，没事儿。我觉得这老板娘挺有意思的。快滚，本店不招待你这样的客人。哦，好好好。哎，赶紧走，此处不是久留之地。狄大人，你搞什么鬼？告诉大家，千万不要吃这里的东西，也不要喝水。你殷姐，你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这个狄仁杰在捣什么鬼？我刚才看见他与那个老板娘嘀嘀咕咕的说了半天，说不定他有什么阴谋。阴谋？总之他这个人太狡猾了，他做任何事情都让人难以猜测。好在就快回京了，我们一定要多加小心。是养花的。这个地方人烟稀少，我们一定要多加留意，小心戒备。是，李将军。啊，狄大人，有事吗？今天晚上在什么地方住宿啊？柳林镇。最好日夜兼程赶回京城，不要再住驿馆了。柳林镇距洛阳不足百里，估计不会出什么事吧？小心无大错。大人，您是不是怀疑刚才那个茶馆有问题？玲珑可能就在我们的附近，
他呀，随时可能会下毒手。那个老板娘，如果我猜的不错，是粉儿。粉儿？他故意把红玫瑰放在柜台上，是提醒我们。您的意思是，粉儿在帮我们？玲珑不会让我们轻而易举到京城的。吴大人，今天晚上咱们得连夜赶路。你说什么？连夜赶路？狄大人担心晚上会出事。柳林镇是洛阳之门户，那里驻扎着护卫京都的大军，能出什么事？吴大人，有些事并不是我们能预料到的。别说柳林镇不是洛阳，即便是洛阳又能怎么样呢？不是也接二连三发生命案了吗？还有，今天在茶馆的时候，如果不是狄大人及时察觉，说不定我们已经出事了。嗯？可义父的病体尚未完全康复，怎么能经得起如此舟车劳顿呢？不，李将军说的在理，我们是要多加小心。赶路。继续赶路。翠红，翠红，麻花，王妃在吗？在。说吧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应该说，王妃娘娘的计划很是周密，我们进行的也很顺利。可是到了最后的时刻，还是被狄仁杰给识破了。狄仁杰怎么会识破？有人报信了。哼，一定是你们没有看管好茶馆的物主，让他们跑出来。不是，报信的是咱们自己人。难道是粉儿？他把一只红玫瑰插在柜台上，狄仁杰很快就察觉到了。那你们还等什么？还不赶快实施下一步计划？恐怕不行了，他们并没有进柳林镇，而是连夜回京了。一定又是那个狄仁杰。王妃请放心，京城不是还有一二吗？他一定会按计划行事的。粉儿他人呢？王妃娘娘，王妃娘娘，说，请恕罪。为什么要将我们的计划暴露给狄仁杰？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竟然帮助我们的仇人。粉儿，你的父母都是被官兵所害，我辛辛苦苦将你们收留，就是希望你们能给父母报仇。现在你复仇未报，反而化敌为友了，是吗？王妃娘娘，狄大人明明知道是我们在陷害他，他还不顾一切地帮我们。他是好人，我不想再陷害他了。他狄仁杰不过是武则天的一条走狗，当年若不是因为他，太子怎么会死？太子若是还活着，当今怎么会是武家的天下？而你竟然袒护我们的仇人！王妃娘娘，闭嘴！从今天起，我不
再是你的王妃。既然你连父母的仇都可以不闻不问，我留着你还有什么用？我看，你不如就自行了断了吧。王妃娘娘，王妃娘娘，粉儿还小，您就高抬贵手饶她一次吧。是啊，王妃娘娘，你就饶了粉儿这一次吧。饶了她？为什么？她只是一时的糊涂。粉儿，你快说，你只是一时的糊涂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了。是啊，粉儿，王妃娘娘大仁大义，只要你认错，她一定会原谅你的。啊，粉儿，我问你，你以后还会再帮助她吗？不会了，不会了，粉儿，你快说呀，快说呀！对呀，粉儿，你快说话呀！这一生执着，黑与白看。